好，神猫，神猫，我觉得有机会，神猫可以试试看，加油！哦，对，泡芙也可以啊、哦，对，泡芙带泡芙比较好。只能打一整晚，终于过了，真的、哦，恭喜你，至少有通关。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没有办法过的话，就去抽子龙会比较好过。这次做球给子龙，难度差太多啊。牛侠队打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好，第一关我们就快速通关就行了。好，子龙真的吃手转，对，有一点吃手转，所以你用星矢当队长会比较好过。你可以看我第二频道的那个示范。基本上就是开技能，开技能这样就过了。睡觉的晚安喽。这边就是每回回满血就好了，比较怕的是卡星珠。嗯，光珠好。嘿，嘿嘿嘿，瓦血转失败，不然可以多一 combo 的说。多多多多没跳，差一点。哇，这星珠也不是很好消哎、欸。好，多多完美。好，带走他。没背景音乐有点安静，我没有开背景音乐吗？背景音乐是太小声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这边直接转，斜转，可以。太小声哦，哦，好，那我开大声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声音你们听得到吗？哦，遮天将，他更新，我跟美菲看到他更新了。这次梦魇级值得吃鸟吗？值得。如果你真的打不太过，你打一场然后吃鸟就可以了，最省力。好，这边把他拍最底下，然后两回合把那石化珠消掉就行了。有，好，可以。哇，这个血量还回不回来、欸？是真的要过的话，运气也要你要够好才行，不然这个回复力会有可能会回不满血量。子龙前五关真王冠，我第二频道有 PO 那个比较容易通关的开法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哇，这里直接爆一波。好，应该这样吧。看这个爆发。可以带过去，
好，这里哇，这爆发要全下，开这个加零牌珠，要确定版面上面有八 combo， 应该有哈，先来试一波。有，这有八康，赞，八康刚好，带走他，拜托。有天降到十，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。有伤害非常够，七亿的伤害，来到第五关。第五关这边两只打你做全力攻击就好了。阿克亚在第一关比较难，整体的血量要超过，整体的血量要超过26000才有办法。如果你有超过26000的话，我觉得阿克亚是有机会的。近来我看阿红哥直播最认真的一晚，好，这里。没有消到那个 combo 数就尴尬。哎，其实整数时间蛮长的，还好。好，降起来没问题。八康，武则天应该是过不了，但抖 M 有希望哦。抖 M 等一下我们下一对试好不好？抖 M 我觉得真的很有挑战的价值。哇，糟糕！我、哦、好想听讲。接下来没问题。尽量把那个暗珠给消掉。好。第七关这边是这一队最大的真王关，在这边建议打不过就直接开龙科了。稍微看一下版面，哇，哟，这天降可以直接开龙科了。果决就有高天降直接开龙科带走，然后尽量把暗珠给滤掉。欸，其实不一定，因为一开始他打不到你，所以那暗珠没差。这边只要把分数拉高就好了，不用管那个版面。好，有这边过就解决一个大难题了。好，这是为什么不带泡芙带水哀？其实带泡芙比较好吧。我刚刚忘记有泡芙这号人物了。其实带任何一个炸板都可以啊，只是泡芙会好一点的原因是它的CD比较短一点。你们有泡芙的可以带，应该会更轻松一点。哦，这波天降有 feel。哇，这边就尴尬了。然后今天尽量把那个暗珠给消掉。OK， 这里也是有点尴尬。这样子呢？叠个新珠可以哦，天降完美过了。好，蜜儿不能复制人，对。这个是他队伍的特性。这边把新珠记一下，好，新珠还是新珠，所以大家在消的时候不能手消新珠，非常注意。好，尽量把这个风化珠先消一消。好，可以，新珠不能消掉。
哟，可以，最好是消两组星才有办法比较确保能够补回来。好，这里的话这样子呢，哎，斜转可以，两组星补回来。我觉得神猫好像有机会耶，我现在打到这边看起来整体还感觉还不错，还有抓到那个诀窍应该通关都是有希望的。头发好油，刚刚直播前在洗澡呢是有点油没错啊，很容易易油，易油体质是蛮困扰的。好，那是光泽感真会说话，所以我是那个金属人，我蛮硬的哦，大家注意，各个方面而言都蛮金属的。好，欸，他快死了，没问题，慢慢的磨也是有春天的，磨出新春天。好，带走他，可以，带走他。这边让我有点困扰，因为不能开这个阿飘，绝对不能开阿飘。那我知道真伤全部下啦，一个，这个一定要下嘛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带有一个真伤啊？那我知道我开这个了。好，哪里硬讲清楚，都很硬。你看得到的地方，看不到的地方也很硬。哦哟，这排珠谁排的啊？有个落，好，可以叠个珠。这边，哎呦，差一点。好，希望可以过啊！我的手转有办法吗？不哭啊，应该有办法。不哭，不哭啊！叠珠嘛，叠珠谁不会？可以吧？就这样啦，双可以过啊，剩那么一点点血量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？带走他，嚯，完美！我带飘是一个错误决定耶，我现在感觉是这样，因为飘好多地方都不能开哦，我真的快气死了。好，这边就是回血就可以了，把新珠留下来。所以在我打完之后，觉得飘应该可以换一个。随便一个兽队真伤都可以，界王拳也可以啊，或是那种身旁三倍的那种主动技能也是可以带，但是就是带飘没什么效益，很多地方都不能开。哎呀，新珠变不见，所以这边再把新珠用出来。王二可以开啊，啊对，王二可以开，讲到重点，哎，这样倒是不错的一个想法。新出，哎，这边至少两组星才能回得回来，没有两组星是蛮尴尬。好，完美。嗯。再打，哎呦，怎么没新珠嘞？糟糕了，这里有点尴尬。新珠掉下来，两哦，好多，我是声控天降，还剩八下要打。神猫意外可以耶，神猫蛮好过，而且配置应该也蛮多样的，没有那么绑死，只要概念差不多都可以。好，他差不多要挂了。尽量回个血。好，完美。那这边记得，如果多多不见的话，开多多，然后博安娜要开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准备迎接王冠。
这边随便消一消吧，应该都可以过。好，王冠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王冠，好，有这边你可以叠珠，但是我选择开这个 ban 他一波，完美。好，这里不能手消新珠跟暗珠，好，这要非常注意的事情。那版面好的话，我们直接来打一波咯。我在想什么东西可以，老实讲我这边还蛮想开一些爆发的，但算了，我们直接转好了。可以叠一个珠，轻松。哇哇哇，右边没叠到啊，尴尬耶，这是什么尴尬的感觉。好，好险还可以叠珠，可以叠，要连续叠两个珠子有点难，不过我会尽力的。新珠先叠，暗珠水珠，哦，这有了吧。哇，谁叠的这么神？真的不行的话可以开零，像我现在觉得就有点不太行了。哇，开零了，不管了，直接开一波零。三四五九四，哎，这样好，可以，还行。哇，那暗珠没有消干净，有点尴尬。好，这里，哇，可以叠这么多回合，我也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。压力山大，这里。我原本以为这边可以开，好，这边还是来老实的叠一下珠好了。好，有叠到，我天降失控啊，大哥！啊，怎么还感觉距离这么遥远啊？他的血量也太多了吧，有够难撑欸，这里至少有通关的机会。欸，这样子斜转斜上去，有，完美，有啊，差一点点了。欸，可以欸，他快挂了。好，意外的感觉快过了。好啦，就这样子，简单啦，要作死就是最后一刻再作死就好了。立 flag 的话最后再说。好，欸，你要跳了吗？我看一下，还有四回合，这里真的有点扛累。好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密友慢慢排了，就只能这样了，好不好？新珠，好，不要消 combo。欸，其实可以消 combo 欸，反正，哦，不对，不行，这队有兼具腐蚀效果，我先把这排好啊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完美。嘿，排珠之王，那只要你会排珠，就有未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弄弄弄，好。哎，欸，好，吓死我！啊啊哦 ！No No No！ 打毛啊！失误，
我把它排完就好了。抖 M 带赛特很轻松，但是我没有赛特、欸。抖 M 在哪边会有问题啊？因为我还没有抖 M 打过，我不太清楚。好，那、哦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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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哎呦呦，这个光珠干害我。好，接下来，嘿，把木珠用过来。新珠塞这，哎呦，不要再笑到了，拜托。哎呦，走开。好，然后新珠摆这，嘿。过来，可爱的牌珠，嗯，很完美。好，现在中间这要排什么啊？嗯，这边有十五颗木啊，要木排木珠，中间这颗排新珠，应该没错吧？应该没排错吧？对啊，这样就完美十五坑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哦，其实我们可以排一消一消的版面嘛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过啦，大哥，最后一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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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飘在最后意外的蛮有用的。好，二十一 combo 开上龙科，这应该没问题了吧？这有问题的话也是蛮扯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过了啦，这伤害怎么可能不过？打了十六亿呢！哇，这个超屌的打法提供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太扯了、啊，这个临时绝对，你知道有耐心一点，在王冠排一下也是可以过啊。好，哇，就这样打，好不好？露西，我用想的也觉得很难。神猫我觉得比较简单。